就现在已经解封了，然后大家都特别特别开心，看到很多的这个汪星人都跑出来遛弯了。然后我们小区还是挺有序的，门口这边还是取快递，还是按照不同的那个楼会有一些分区，大家都特别特别开心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氛围有点像过年。